哈哈哈哈哈！小公主，看来这次又是我大意胜了。哼，大意，果然人才辈出啊。那就有劳小公主宣布胜果吧。 此战，秦问天胜。但大义与我雪云国每隔5年举办一次军令宴，为的是遴选俊杰，促进两国邦交，而不是选出一些心术不正之人，取得拜见城子建，为祸天下。你说谁心术不正呢？比试修为当点到即止。 为了夺魁，却不惜下重手，岂是我武修之人所为之事？萧公主的意思是，夺去秦问天魁首之名，以正视听。说的对呀，是，确实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说的有道理，就是。 父王，如果夺去秦问天榜首之名，咱们就不用释放秦川了。父王，萧公主是不希望我大义联得榜首，想让你们雪云国的人也取一次子建吧。如若摄政王觉得萧兰有一藏私，不若本次军令宴就首开先河。 让除过秦问天以外，其他前9名一同前往拜见城，如何？摄政王曾允诺，只要问天夺得军令宴榜首，就可以赦免秦家老小莫须有的罪名，重新审查此案。想必摄政王不会食言吧？秦问天，你为了赢得比赛，重手伤人，已然革出榜首之名。 还有什么资格向我父王提出这等要求？堂堂摄政王，岂能言而无信？本郡主认为，应该信守承诺。既然秦问天夺得魁首，理应放了秦川将军。本王确实曾经有此许诺，但时至今日，你们也未曾证明秦川就不是反贼。既如此。 本王从大局着想，不释放秦川，又怎能算失信于人呢？秦家一门忠烈，天地可见。秦问天，你能在军令宴上出手伤人，可见你秦家上下都是不择手段之人。如若包藏祸心，有朝一日做出有损我大义之事来，也未可知。萧丽说的果然没错，一和一天骄岂是信守承诺之人？师父。 五场比武，旨在分出高下，以武会友，为夺名次而出手伤人，却是为我修武之人所不耻。但是，这军令宴非比寻常，它的目的是要选出合适的人去拜见城取回子剑。众所周知，这么多年来。 军令宴所有的得胜者，只有公羊红一人能取回子剑，还是提着最后一口气，才能离开拜见城。其他的，都一去不复返。今天虽是秦问天重伤洛千秋，但确实是洛千秋技不如人。如果他以此等修为前去拜见城，岂不枉送性命？ 秦问天此举确实不妥，但是为了两国的人才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如此说来，秦问天去了拜见城，就一定能全身而退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当年公羊红前去拜见城时，已经到了轮脉境全盛时期，而秦问天才刚刚踏入轮脉境。 那你就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得意门生前去送命？即便老夫有爱才之心，
问天也不会推脱应担负的责任，不知如此胸怀气魄，是否得自秦家的家训？问天承袭秦家家训，所担之责任，永无退缩之意。好，一个晚辈尚能如此，那秦家的长辈。 品行为人可见一斑。请为我秦家忠烈，平反昭雪。是的，秦家忠烈呀，是的，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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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全都怪你！哎，坐，多亏了秦问天那家伙，就是，一年的酒钱都有了啊！对，哎，这箱玉泥石我就留着了，那些星陨石分点给问天兄弟，庆祝他大难不死啊！谢谢大哥，走，哎，等一下。吴为他人呢？哦，他呀，外面多危险啊！他早回九华门了，咱俩走啊！好，走。师姐，青儿果然很有天赋，这段时间进步得很快。我以前啊就是太贪玩了，没顾得上好好修炼。青儿，你悟性很高，天资聪颖，不许妄自菲薄。多谢师姐夸奖。发生了什么？是罗刹洞奸人偷袭所致。孟师姐，这个师姐伤势严重，你快带她先去见师父吧。好。自即日起，特赦免秦家诸人死罪，所有关押家眷一律释放，钦此。全都下去，处处经营，步步算计，却让这个秦问天给我搅了局。这个一恒他就是个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20多年前他没能争得太子，今天又失去了这么好的机会，活该他坐不上皇位。爹，莫说那秦问天，就算是秦川，孩儿也会一并料理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义父，父亲，
事情便是如此了。你们都很好，相信爷爷的在天之灵也会很欣慰的。这次有劳诸位师兄了。瞧你说的，能护送秦将军一程，我们也算三成有幸了。只可惜不能看你去拜见城取子剑，你一定要记得时刻保持警惕啊。无论能不能取到子剑，都一定要活着回来。问天定不会辜负诸位师兄的期望，但问天重回九华门之时，便与诸位师兄把酒言欢。好，多谢。问天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嗯。问天，白姑娘。秋雪，今天谢谢你了。我来这里，不是想让你谢谢我的，我只是想看看，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，我还想问问你有没有晴儿的消息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。我也一直在找她，自从晴儿上次离开了九华门，便音信全无。说来话长，不如等我从拜见城回来再跟你说吧。那我在九华门等你，从拜见城平安归来。走吧。清晨，问天，你来。这一个多月的时间，都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被暗夜妖皇抓走，也是阴差阳错才跑了出来。我是谁不重要，但你可知道你是谁？我只是个平凡之人。那你还想救苍生？要救他们其实不难，心之所至无人可阻。心之所至无人可阻啊！
我本欲取出他体内的心魂石，却激发了他的意志，促使这股心魂之力与他融合。多长时间了吗？我还以为，我还以为，太好了！让你担心了。秋雪，对不起，文天，我只是太开心了，你都不知道，这一个多月我是怎么过来的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，夜夜惊喜，每天几十次，甚至几百次的试探你的鼻息。我害怕，我就害怕有一天你这样悄然无息地走了。对不起，秋雪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昏迷多久了？今天正好一个月。你经历了这么多，真是九死一生。我现在不是。
白秋雪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我一番布置，好不容易可以把清文天彻底铲除，可你这个优柔寡断的女人又在坏我的好事。我坏事？哼，叶无缺，我们俩早就商量好的各取所需，我帮你得到莫倾城，你答应我绝对不会伤害问天的。可你呢？是你违约在先，你凭什么指责我？我答应你不杀秦问天，乱臣贼子人人诛之。乱臣贼子？我看你才是乱臣贼子吧。叶无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暗中勾结暗夜族。好一个忠心耿耿的叶家，我看一恒还不知道吧。我倒真想看看，要是他知道了会是什么样子。白秋雪，若是你敢告诉一恒，连你也脱不了干系。好啊，大不了两败俱伤啊。有本事你就试试。贼在哪？
你怎么搞的？怎么让他跑了？这你能怪我吗？我伤还没好呢。追！倾城，这些都是关于拜建成的书啊。对啊，给你找些资料，让你提前了解一下拜建成。每隔几年都有君临宴的榜首进入拜建成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顺利出来的只有公羊红老前辈一个人。问天，放心吧，就算为了你，我也一定会回来。不去拜建成不行吗？这件事情，我们老大干嘛呢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来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！星陨石，这么多星陨石，从哪儿偷的呀？哎，什么叫偷的呀？这是从天庙坊赢来的。哦，对了。醉酒仙前辈简直就是太神了，当时不是大家都以为老大你那什么了吗？然后就只有醉酒仙前辈压了你，结果赢了一个盆满钵满。哎，我刚好路过天庙坊，他分了我一半，他说这是庆祝你大难不死，跟你要改日再约。哎，你还高兴得起来？问天马上就要进拜见城了，你不担心啊？哎，姐姐你放心吧，问天不会有事的。就是嘛，老大那么厉害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还听师傅说，所有进入拜见城没能出来的人，全都是因为太过贪心。老大不是那样的，他绝对可以全身而退。倾城，相信我。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问天不会有事的。就是嘛，我敢打赌，老大可以从拜见城全身而退。我压一箱信使。你除了会赌，还会干嘛？我会的可多了，我还会……你就快说。哎，你再说一遍。问天，不好了。怎么了？你爹出事了。啊？姑娘，你是何人？请将军莫怕，我……姑娘，你知道我是谁啊？当然了，秦将军在异国闻名天下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啊，姑娘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那你又是何人？为何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呢？我乃青云阁阁主座下弟子青儿，我们青云阁见到这种事情，自会拔刀相助。可是青儿面部有疾，不便示人，还望将军见谅。青云阁，秦将军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啊，走。醉酒仙，无为啊，上次你拜托我的事有眉目了。什么？能解醉梦三千的方法你找到了？方法呢？你先别激动，这个方法呢，我并不知道。不过，我可能找到了知道方法的人。谁？这个人他叫楚莽。什么？是他？对。无为啊，这件事呢，我就只能帮到这儿了。他现在人在皇家学院，你可以随时过去找他。好。难道他就是楚莽？
既然来了，就进来。你是楚马？正是。不知阁下是？亦无为。你走吧，我不想与皇室有任何牵扯。我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我父皇中了醉梦三千，希望你能帮我解说。他的事与我无关。算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父皇。父皇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对啊，等了这么长时间了。是啊。哎，你说这么长时间了，大师兄怎么还没来啊？真想不到他竟然是皇子。大师兄竟然隐瞒了我们这么长时间。对呀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兄，不是皇长子吗？大师兄见玉皇召见。不被承认的皇长子，玉皇怎么会看中呢？哎，别说了，快站好。各位同学，咱们今天正式授课，大家一定要勤加修炼，不得懈怠。性命攸关，楚莽，救救父皇！但我求求你了，我希望你考虑一下。父皇他时间不多了，我跟他没关系。他们竟用醉梦三千害人，混账！可以了，师父，你现在已经掌握了人道阵，不错。不过阵法对心魂有耗损，你不要操之过急，慢慢来。那师父，问天进入拜见城的时候，我的阵法能不能帮上忙？拜见城的事情，并非我们的力量可以左右，就算为师。也无能为力。我还是什么都帮不上。凡乐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午休呢？为了不拖大家的后腿，和保护自己在意的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只要尽自己的努力就好了。嗯。今日先让我杀了这个老匹夫，也算是为孤狼报仇了。耶！
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我大义国岂能容你们几个暗夜鼠辈肆意妄为？前辈，我娘是谁呢？原来是大义国第一剑客公羊红啊。既然知道老夫，还不速速离去？哼，久闻老先生几十年前得到拜剑城中一柄紫剑啊，今天我等刚好领教一下。战！义父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问天多谢前辈出手相助。钱公子不要客气。公羊红先生，在下要多谢你出手相助，如若不然，我恐怕早就没命了。哎呀，秦将军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。将军为国为民多年，如今遭歹人陷害，公羊红今日既然看见了，就不能不管了。还有这位姑娘，多谢你救我义父。姑娘，我儿说的对，如果不是姑娘出手相助的话，老夫恐怕已经命丧当场了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青儿不过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既然事情已经过去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姑娘，你受伤了吧？我没事。秦将军，秦公子，告辞了。哎，姑娘。奇怪，这身影怎么如此熟悉？义父，哎，此次去往西北，路途遥远，不如让问天送你吧。问天，你即将要进入拜剑城，哪里还有时间护送我呢？老夫正好闲暇无事，不如好人做到底，送将军一程。这样，秦公子也好安心进入拜剑城。哎，秦公子，上次你帮了老夫这么大一个忙，老夫还没有机会感谢你，这一次一定不要拒绝啊。前辈，这一路路途遥远，免不了风餐露宿，辛苦前辈了。